假日烤披萨，小孩子自己做的哈，从擀面啊，从一开始制作啊，发酵擀面，看一下温度 OK 吗？差不多了，快400度，这样好，可以。有信心考好吗？哥哥耶，多少烧焦啊？在家啊，旁边烧焦了，火候没拿捏好。你是在转面还是在炒面？怎么好像一直动都没有转到？你们两个干嘛一直偷吃东西？好吃啊！脆皮烧猪好吃吗？真的没有转到欸。
旋转障碍。啊，上面上个色就差不多了哈。哦，OK。哦，拿起来拍张照吧。哦，还不错，还有个跟你的啊，展示一下。好了，勉强算是成功啊 ，OK。